喂，你啊，唔使四圍望啦，就係嗌緊呢個白潺潺嘅虛偽晴天娃娃。我啊，就係你啦，我老早就睇你唔順眼噶啦。你睇你自己，幾虛偽啊？乜嘢人間有情，世間有愛，萬事都會變好。你唔好咁天真啊 ，Gilbert。人性本惡啊，只要人。因為仲有佢自己嘅問題、壓力未解決到，佢哋只會越踩越深，越做越錯，係唔會識得改善，唔會識得反省噶。唔係咁噶，人性好可恨，好可恨，但其實佢哋都好可愛噶。人會成日做錯事，係因為佢哋冇人帶佢哋行條正確嘅路，佢哋只可以一路行，一路探索。但人類可愛的地方就是他們觀察到自己的錯，他們會去改。當他們察覺別人有錯，他們會去改，用愛去關心別人。哼，知錯能改，如果個個都做到啊？他們是未可以站出來觀察到自己的錯，察覺別人的愛啫。那好啊，你說得那麼好聽，敢不敢跟我打個賭啊？怎麼賭法先？我們現在再看一個問題家庭，看看他們最後的結局會傾向你同我邊一個講法多啲咯？冇問題啊！你個衰女啊！你估我唔知道，你喺度翻 part time 賺千萬嗰啲咁樣嘅 LV Gucci 啊！嚇，好心你有時間讀多啲書啦、啊，喺度買埋啲咁嘅嘢。唔好理我啦，你平時咪好忙，你去澳門賭錢，你要飲酒嚇、啊，你今日做乜咁關心我講咁多道理啊？你知我學校要面對咩壓力咩？你乜嘢都唔知啊！你唔好理我啦。你係生咗啲乜嘢出嚟？我有講錯咩？你又好啱咩？你又覺得自己好好咩？你平時行嘅都唔翻嚟，一翻嚟一係就飲醉，一係就問我媽攞錢，你根本就冇關心我哋兩個，你任其人死咗都好啦。你衰女啊！唔好嘈啦，我翻嚟嘈啦。哈！你睇到啦，一個咁複雜、咁混亂嘅家庭。莫講話改善啦，最後唔變成妻離子散，甚至父女仇殺啊，都算偷笑啦。仲講咩改善？講咩修補啊？我呸！佢哋只係沉淪咗喺自己嘅漩渦入面，理解唔到自己嘅錯，理解唔到人哋對佢嘅關心。只要佢哋肯面對自己嘅錯，同埋而且仲有佢老婆同佢阿媽對佢無微不至嘅愛，我相信佢哋好快會改過㗎。嚇？唔係啊嘛？你真係覺得嗰個人渣界裏面都算得上精英嘅人渣，真係識改過？我會堅持我自己信念嘅。好，咁咪放長雙眼繼續睇落去咯。右邊啊！好阻住我過嚟去發達啦！過去咗啦。雖然而家生活費就係艱難咗啲。我都就嚟覺得自己善良過呢條友啦。唔係咁噶，佢只係一錯再錯，未識得企喺度觀察同埋接受你愛咋。我哋而家就幫下佢啦。
想起我的一生，我只懂得賭錢和飲酒。晚晚賭到三更半夜才回家，還要換件衣服出門口，根本就沒有時間見我的老婆仔，還要經常對他們呼呼喝喝，根本就沒有關心過他們。但是賭得錢的就當然有手尾根，賭錢真的賭錢落海，正所謂十賭九輸，賭錢一賭輸了當然不能理，於是咪去賭場的大耳窿度借咯，或者一借就借咗十幾萬，我梗係還唔起㗎。咁還唔起，咪攞曬老母啲棺材本出嚟還啦，都還唔掂嘅，咪攞埋我老母啲積蓄咯。我仲同佢講：你俾我啦，俾我啦，我成個哥，我你，我一定會賺翻曬翻嚟㗎。我一定不會再賭，但結果我又是再賭過，所以今次就開始喝了酒，那喝了酒了，那就通常都上癮，那就上癮，那喝得多我自己都頭痛，那又再賭錢，那賭錢收封信的時候，那就翻幾番什麼都翻曬嚟，手風不順的時候又借了大耳窿錢幾十萬，那於是你要回香港就儲了，並且看家裡有沒有收買錢，有次被我見到我老婆在房間裡面收買了整皮衣服不拿出來，那一時火燒心，我將接單一夜都車埋到他車上，車到他流淚，個女兒在房間裡走出來叫不好不好，那我先停，我真的失敗了。哼，你看你這樣的人生存在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意義啊？你說我都想不到自己有什麼意義啊，我都是死了。不是這樣的，你看看還有一個對你無微不至的人。我老婆真的對我很好，她打兩份工，她還要她打兩份工，一份清潔一份茶水，這樣去幫我。世间的真爱又真的可以令到人哋朝好的方向改变的，即系认输啦。喂，咪住先，仲有个女咧，
你唔好以為咁就完先得㗎。就算我阿爸真係肯改啊，但係佢長時間都冇理到個女，個阿媽又翻工咁忙，同樣冇時間照顧到個女平時學校生活嘅事。佢哋兩個對個女一啲都唔了解，係咪真係氹得翻掂個女一家團聚先？咁我哋咪要去幫佢哋咯。嚇？又幫啊？係咪唔係幾啱規矩啊？我哋又唔係直接改變佢哋嘅感情，只係幫佢哋換個角度去思考同埋觀察。咁你唔係唔幫啊嘛？咁幫啦、啊。為什麼你的女兒會這麼貪慕虛榮，誠心名牌，好像個移動名牌展覽櫃一樣？這種是朋友的壓力，無意中會逼得她太緊，有一個有錢買一對新拖鞋，又或者媽媽做了一個筆袋給她就會滿足的小女兒，你誠意究竟？怎樣做？你估我們是來人類的保姆還是私人助理啊？我們只
只係俾個方向你，自己條路點行就我哋要睇你自己啦。极限在中国。